情，一面是你单膝跪地，青草的秘密，铺着白纱的飘逸，所有问题变得清晰。小心翼翼，散步距离，收起小刺，把握时机，拥抱的阻力，一起弹奏的旋律，你就是我唯一一首单曲。孩子，我扶你去。嗯。哦。你咋这么沉呢？你。这谁衣服呀？不知道。我的。什么味道？去哪儿啊？哦，我今天有点事儿，不在学校住了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我回家一趟。哦。哎呦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一点小伤，不算什么。哎，对了，文文，你今天哦，你今天生意怎么样呀？我跟你讲，特别好，玲玲真是绝了呀！她属猫的吧？猫？有这个属相吗？招财猫啊！明天我还要带他去，他在生意就好。文文，你和玲玲最近是不是走太近了？没有吧？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姐弟恋吗？哎呀，没有，不要提醒我啦。你看，噔，嘿嘿，牛啊！开过了。知道。你不觉得你的车跟这个环境格格不入吗？有吗？但这儿停车不要钱。真的？嗯。那就停这儿。走。安学长，谢谢你上次帮我去医务室。他怎么还不回我呀？在忙吗？慢一点。是。在后面，慢一点。对。加上。对。六。学长。八。嗯。桃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学长，我是想来谢谢你，因为上次我受伤，你送我去医务室。没事儿，应该的。你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儿特意跑过来一趟吧？我给你发 QQ 了，你没回我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 QQ 平时都静音。来，手机给我。啊？手机给我。哦。对。一二三四。
这是我的电话，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联系我啊。安学长，马上过来。那我先走了，学长。哎，桃子，没事吧？算了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谢谢学长。玲玲啊！啊！你看你车包里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好像是石头砸的，不会是那些小孩砸的吧？这不有监控吗？你买车险了吧？买了，但我没舍得买玻璃险。没事，我们可以享受纯天然的兜风了。还兜什么风啊？我本来想说把你的货都放车上了，现在倒好，别人一伸手就能拿到了。没事儿，我就放宿舍就行了。走吧。小时候就不省这个停车费。哎，你俩能不能借我点钱啊？你不是在打工挣钱了吗？我这不是被开除了吗？再说也是出了一点小意外。意外？你该不会是谈恋爱了吧？哎呦，不是，算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喂，有情况。南飞，嗯，你看，这是安学长的手机号码。这就要手机号码啦？还是他亲自给我输进去的呢，而且他看我伤还没好，特意放下手里的事儿送我回来。你说他是不是喜欢我呀？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好，明天早上8点校门口见。吃完早饭，然后咱们就出发。哎，学姐，我还是不吃早饭了吧？难怪他最近总是走出门规的，还经常傻笑。谈个恋爱也不至于宿舍借钱吧？意外？什么叫意外？不会吧？哦，行，拜拜。哎，韩飞，这鸡蛋是你的吗？文文啊，你要干嘛呀？做三明治啊。该不会是给玲玲做的吧？反正我这吐司也吃不完，留着也是浪费，顺便嘛。你们不会已经在一起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就是单纯的合作伙伴关系。只搞暧昧不表白的男生，有一说一，全是渣男。他不是。玲玲，他不是渣男，他呢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小男孩，你不要把人想那么坏嘛。安学长他也不是，他就是一个非常斯文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能不能控制一下自己啊？哎，你别把我吐司吃完了。对，没事。哎，潘毅，我听说那个穿越火线的账号值不少钱呢，你帮我找个路子卖了吧。你真这么缺钱啊？哎，紧急情况嘛，我也不想。好吧，我只能说帮你试试啊。这么快，这就好了？你这个意外可要快点处理啊。好，我明天就可以带他去看病了。玲玲啊，嗯，人一定要有责任心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男生不能这么装。好，这就是你女朋友？嗯，
这玻璃碎了，可不得带他去看病吗？嗯，明白了，野人。嗯，还是简浩懂我。不是你都这么穷了，修什么车，修什么玻璃啊？那还不去问文文吗？我本来想说，想把他那些货都放我车上的，现在倒好，玻璃都碎了，多不安全啊！那些货可沉了，他也得把东西提回宿舍去。我总不能陪他去女生宿舍去吧？怎么了？所以，你卖游戏账号是为了张文文啊？可以这么说吧。看来你是喜欢上了张文文呀？谁说的？没有。嗯，就是。你小心点玻璃。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。叔叔，我来了。你？嗯，行，来吧，我试试啊。看来在医学院没有白学呀、啊，还行吧。哎，叔叔，要不然我来熬牛骨汤，您教我调酒吧。你调酒很难的，我怕你学不会。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吗？嗯，知道，为了让各种酒充分的融合。知道是一回事儿，把它做好了是另一回事儿。调酒啊，很难的，你现在水平啊，只能送送酒。嗯，知道了，叔叔。什么东西啊，花里胡哨的。又调酒了，你们。酸了，吴景浩，你不知道我不喜欢喝酸的啊。女孩子哪懂什么酒啊？你爸调的。尝尝吧。嗯，爸，你这做汤技术越来越好了，比之前好喝多了。你这汤更清澈，更好喝了。天色不早了，你明天不是有课吗？回去睡觉吧。天还挺早的呀。我叫你回去，回去吧。好吧，那我走了。路上注意安全啊！哦。其实这汤也是一般了。嗯，我在改进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下课之前。我说一件事情，学校今年组织的医疗帮扶项目的报名到今天就截止了，想参加的同学可以举手报名。好，其他同学先下课，你们四个来一下。怎么突然这么积极？为什么不积极啊？社会实践课可是算学分的。我分配一下任务啊，现在去福利院呢有三个名额，还有一个人要去社区，你们谁想去福利院？我去，我去。我看呢，等你们商量好了，再来办公室找我吧。
呀，能动吗？啊，还行。嗯，来试一下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亮亮，要不你别去福利院了。你为什么不想让我去？是因为吴景浩吗？不是不是，我不是不想让你去，我是怕你去了。哎，总之就是你还是别去了。所以你们是都不想让我去，对吗？哦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啊。好，那既然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要去的话，你们也不会拦我吧？好吧。放心了，我不会被拐跑的。想多了吧你，谁怕你被拐跑？哎，不怕呀，不怕呀。哎呀，好好，怕怕啊。哎呀，我真是受够你俩，你俩在这儿，我去社区吧。这还差不多。谢谢你啊，拜拜。小朱姐早啊。哎，早。你们怎么这么早过来了？这孩子们刚起床，正在洗漱呢。要不你们进去先坐会儿。不用了，您忙吧，不用招呼我们了。哎，那行，那我先进去看看孩子们。哎，那有个秋千。哎，亮亮，要不你还是别去坐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那个秋千好像不太牢固，而且是给小孩坐的。那好吧，那我去趟厕所。吴景浩，嗯，过来帮我一下。哦哦，帮我扶一下。你出门怎么还带这个？搞定了，过来吧。哎呀，吃糖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吃糖？吃了我的糖，奖励呢？就一个糖还想要奖励啊？这样的。奖励呢？嗯，还是温的。嗯，我看你还能变出什么来。你想要什么？嗯，牛肉粒。食水、零食、甜品，你全都有了。那我觉得可能还缺一点维生素和膳食纤维。等我一下。不是吧？你哪来的鸡蛋呀？那顶北带过来的呀，用烧水壶煮的。早上起那么早，肯定你没有吃饭，你胃又不好。你确定是因为胃哦？一半一半。就这样啊。我看你剥鸡蛋。哎，子昂，张子。哎，啊！还要看看你长高了没？要蛀牙啊！以后要少吃糖。你有120。快去量身高。好嘞，22克，回去吧啊。陆树炎。来。来。
走。喂，林老师。哦，我这边已经完事儿了。韩飞和吴景浩还得要一会儿吧。好，那我现在把报告给您拿过去。好。那欢迎你们下次再来啊。好了，小朱姐，慢走啊。拜拜。这是写给我的吗？干嘛呢你？啊，没有，没有什么。是啊，绳子断了。能起来吗？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点扶他。哎，疼不疼？疼。小朱姐，我们送他去医院。哎，你们慢点。等一下，韩飞。来扶住他。你们路上小心啊。哎，好嘞。慢点。沈香月，沈香月女士啊，来了来了。啊，你是来体检的大学生吧？啊，对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在剁羊蝎子，没听见。哎，进来吧。哦，好。哎爷。您低压75，高压120，血压正常。哎，不过阿姨，我看您腰有点不太舒服，这是旧伤吗？哎，我这个腰疼了3个多月了，前阵子刚去镇上的医院拍过片子，大夫也说没啥病，可就是一直好不了，愁死我了。阿姨，我建议您先去医院重新做一个简单的举重。啊，怎么了，宝贝？你吃啥了？你是不是卡住了？你是怎么了？你帮帮他，不痛。你帮帮他，快一点！海姆，立刻急救吧！不害怕，是我学过的。请我去。快，谢谢哥哥！谢谢哥哥！不客气。谢谢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谢谢。慢一点。没事。你在这儿等等我，我上去送送他。好。看来没什么问题。那要不再做个核磁共振吧？暂时不需要，因为现在他的各种检查指标都是正常的。再等等吧，如果明天他还不醒来的话，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检查，核磁共振也可以考虑。行，谢谢您啊。吴景浩，吴景浩，我跟你说，怎么回事？吴景浩，喂，昨天多好的日子啊，我让你去相亲，你怎么又割我了？
昨天什么日子？昨天能什么日子？昨天不就520？对不起啊，景浩，我忘记了。你们忘了，我不会忘。吴景浩，吴景浩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吴景浩？吴景浩，院长，景浩，我理解你，因为韩飞在你眼前出的车祸，所以你很害怕血。但是如果这种状态你还改变不了的话，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心理医生，或者不要做医生。对不起，你对不起的不是我，感觉哪里不舒服啊？没有，就是我做了好几个奇怪的梦，还好是吗？傻瓜，梦都是假的。你饿不饿？想不想吃东西？我去给你买点。我想喝一点热水。怎么会做那么奇怪的梦？梦里的吴景浩怎么了？你怎么起来了？躺下。谢谢。你就这么照顾我一晚上？嗯。那要不你睡会儿吧。没事，我坐椅子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你来干嘛啊？还有床吗？困死我！你到底来干嘛？还不是因为陈阿姨那个病吗？李老师，啊，林玲。哎，景浩和韩飞呢？杨亮亮受了点伤，我让他们先回学校了。啊，他没事吧？没有大碍。你手里拎的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是我今天上门体检的时候陈阿姨送的羊蝎子。你怎么能随意接受服务对象送的东西呢？快还回去。啊，哦，哎，老师，陈阿姨她有点腰疼，也去镇上拍过片子，但也看不出什么结果来。要不你跟我一块去，看能不能看出点什么。她腰疼？啊，拍片子也看不出什么结果。是啊。
你手里的羊蝎子是陈阿姨自己做的吗？啊，对啊，我今天上门给她体检的时候，她刚好在做羊蝎子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会是某种细菌感染？细菌感染？啊，你之前上课的时候好像提过，说有一种会侵犯运动系统的菌，叫布鲁氏菌。不过现在还不能确定，需要实验室检查才能知道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哎，好。我记得陈阿姨原本是我去检查的，后来林老师也说是布病。喂，你好。对对对，是我。检查结果是阳性，可以确诊是布病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太好了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确实是布病的阳性，这下陈阿姨有救了。能起来吗？吴景浩告诉我，他是从我被烧伤的那个时空穿越回来的。我被烧伤之后，你还是死了，所以我并没有代替。没有人代替过我出车祸，就像我没有代替桃子摔跤，桃子最后还是摔了，杨亮亮也还是摔了，剧情和演员都不会变，只是时间会推后，所以我的车祸还是会发生吗？那楠楠和吴景浩的意外，还有我这次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又是怎么回事？5、6、7，停！好，所有同学原地休息。那个于涵怎么回事啊？他们班这节没课吧？哎呀，你们出去的时候他过得可潇洒了，这不严老师正惩罚他呢吗？惩罚？惩罚？对，就是惩罚。原本不应该蛙跳的于涵，在蛙跳，是因为做错了事，所以被惩罚。楠楠被烧伤，吴景浩失忆，还有我从楼梯上摔下来，都是我们尝试改变剧情的惩罚，根本不存在什么代替。也就是说，最初的最初，那场应该发生在我身上的车祸还是会发生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最后会死的那个人是我。
你已经无影无踪，在几个春夏秋冬，我消失在你梦中。那个让我不安又快乐的人，那就是你呀。如果一切回不去到最后的我们，有什么留下？是你让我念念又不忘那些点点滴滴的时光，有一个瞬间天真的以为你还在我身旁。是你让我念念又不忘即使你去到那个远方，再好的伪装也无法遗忘曾经的愿望。春夏秋冬，我消失在你梦中。那个让我不安又快乐的人，那就是你呀。如果一切回不去到最后的我们，有什么留下？是你让我念念又不忘那些点点滴滴的时光，有一个瞬间天真的以为你还在我身旁。是你让我念念又不忘即使你去到那个远方，再好的伪装也无法遗忘曾经的愿望。